TWICE 成员子瑜透露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同属公司的后辈 NMIX 时对某件事感到震惊的事情。 JYP 在今年2月以平均年龄17岁的七人女子组合 NMIX 出道，引起了很大的话题。 NMIX 从出道前开始就在 YouTube 频道 JYPN 上公开了舞蹈和歌曲影片，其实力和无法想象还有学生成员的美貌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 NMIX 中 Lily、 Jennie 等 TWICE 成员和练习生时期都带过的成员也很多，出道时与 TWICE 的回忆和憧憬的前辈的思念等也引起了关注。对于这样的 NMIX， TWICE 子瑜讲述初次见面时的印象成为了话题。6月14日迎来23岁生日的子瑜当天透过 Believe 进行了现场直播，当被粉丝问到经常和 NMIX 的成员们见面吗时，子瑜坦言自己在公司里有过几次擦肩而过的事情。令子瑜吃惊的理由是他们的身高和身材都很好，子瑜说个子都很高而且非常瘦。 NMIX 成员们好像非常吸引子瑜的眼球，虽然 NMIX 成员的身高尚未公布，但据说全部身高都在165公分以上，虽然没有特别高的成员，但好像是平均个子高的组合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。